Welcome to Jerry's English Studio。同学们，您今天学英文了吗？欢迎您来到冬子英文小教室，文法篇，Unit Eight。What can be the subject？什么可以做主词？ 我们一直说，主词非常重要，每一个字句，每一个句子一定要有。问题是，什么可以做主词呢？原来啊，在基本句型中，名词、名词片语、名字句、动名词、不定词和代名词，常常被我们拿来当做主词用。但是，代名词做主词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限制。 必须要用主格，也就是说，像 him、her、then、me 等首格的代名词，不可以做主词。图表中有三个主词形式，第一种是名词。我们来看例子：Mary hates you。玛丽恨你。哎、欸，玛丽为什么要恨你呀、啊？请说吧。在这个地方，玛丽很明显的。 当做这个句子的主词，它是一个名词。Bicycles are useful。脚踏车很有用。脚踏车 bicycles 很明显的在这个句子里面当主词，它也是一个名词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名词片语。Mary's brother hates me。玛丽的哥哥也恨我。哇，这糟糕了！怎么大家都恨来恨去呢？在这个句子里面，你可以看到 Mary's brother。玛丽的哥哥。 是一个名词片语，在这个句子里面当主词。第二个句子，His bicycles are expensive。他的脚踏车很昂贵。那么你可以看到，His bicycles 一样是一个名词片语，当做句子的主词。第三种，名词子句。Where he lives is a mystery。他住在哪里是一个谜。在这个句子里面。 你可以看到，where、well, he lives 是由从属连接词 w h e l e 引导出来的一个名词句，where、well, he lives 当做全句的主词，is 动词，后面 a mystery 则是补语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它的主词是一个名词短句。第二个句子，that h i s right is for sure，他是对的，这件事是确定的。在这个句子里面，主词是。 That he is right，有从属连接词 that 引导出来的名词句，当做这个句子主词，is 动词 for sure 补语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三种形态的主词，都常被我们拿来当做句子的主词。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三种主词的形式。第一种代名词，She hates me，她恨我。 这个句子里面的主词是代名词 “she”。This is mine，这是我的。这个主词很明显的是代名词 “this”。第二种不定词，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：To give is better than to take。字面上的意思是：To give 给 is 是 better 比较好的 than 比起 to take is 后面本来还有个意思的，由于跟前面的动词的意思重复了，所以被省掉了。 那么字面上的意思说，给啊，比起 to take 拿来的比较好。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英文谚语，我们将它翻成“施比受有福”。那您可以看到，to give 是第一个字句，第一个主要字句的主词，而后面的 to take 其实是第二个主要字句的主词。To see is to believe，眼见为信，或者百闻不如一见。字面上的意思，to see 看到。 他说：“就是相信了，啊，你看不到，那就表示你可以不信他。那么在这个句子里面，to see 是这个句子的主词，is 动词，to believe 则是主词补语。接着我们看动名词，动名词可以是一个字，它也可能是一个片语，所以它也可能是一个动名词片语的形状。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：Swimming in the pool is safe。他说啊。” 在这个泳池里面游泳是安全的。这个句子的主词事实上是一个动名词片语，swimming in the pool。然后 is 动词，safe 是补语。第二句，studying English with Mr. Winter is fantastic。这个句子里面的主词同样是动名词片 studying English with Mr. Winter，和东老师一起学习英文。 整个当做这个句子的主词，这件事情 is 动词，fantastic 是补语，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六种常被我们拿来当做主词。严格来说，这六类主词都是名词，比如说名词、名词片语、名词句，当然是名词，或者作用等于名词的名词相等于，比如说动名词、不定词。 或者是代名词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名词这一类的字词才可以做主词，不是名词这一类的另外的七种词类是不能够当做主词的。接着我们来看，不少同学在写英文的组词的时候常犯的错误，请您看到例句：Swim in the lake is dangerous。 在写英文句子的时候，不少同学常会受到中文的影响，直接把中文带进英文里面，可是却违反了英文的文法规则。您看到这个句子里面，"swim in the lake" 很明显的是它的主词，"is" 是动词，"dangerous" 补语。可是我们刚刚说过了，主词必须要是名词这一类，可是 "swim" 是一个动词，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动词偏语。 可是，is 又是一个动词，这样就严重违反了英文基本句型里面的一个重点，那就是一个子句中恰有一个主要动词，这里却出现了两个主要动词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把 swim 第一个改法，把它改成动名词，让它变成一个动名词片语，那么就符合我们主词的条件的要求了。啊，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了一个动词，只剩下主要动词 is。第二种改法则是。 我们把它变成两个子句，这样子的话，两个子句就可以拥有两个主要动词了。那么，我们可以在 s w i m m n g 的前面加上了一个连接词，然后呢，再加一个主词下去，改成了 that one swims in the lake。这个 that 因为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它可以适合我们这个句子的使用。那么，一个人在这个湖里面游泳，i s 是危险的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就不会造成了。 重大的英文的文法错误了。再请您来看这个句子：Your wife deeply loves you, is without doubt。你妻子深爱着你，这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。这个句子和我们上面那个句子，它的错误是一样的，同样造成了一个子句里面出现的两个主要动词，第一个是 loves，第二个是 is。 怎么改呢？同样的，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第一个子句变成不是子句，把它变成一个动名词片语，就变成下面的写法：Your wife's deeply loving you is without doubt。那这样的话，就只剩下一个主要动词 is 了。当然，你会发现到那个 wife 后面出现的所有个，呃，这个问题是牵涉到动名词它的这个所谓的意义上组织的问题，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。那么第二种改法是。 把它变成两个词句，用一个从属连接词 that 来连接两个词句。那么你可以发现，就变成了 that your wife deeply loves you，那就变成一个名词句，当做这个句子的主词，is 动词，without doubt 是补语。那这两种改法都是很常用的改法。同学们在写主词的时候，还容易犯什么错误呢？除了刚刚造成一个词句出现两个主要动词的情况外， 那就是很唠叨、啰嗦、重复使用的不必要的助词，这在强调干脆直接的老外眼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和无聊的事情。Mr. Winter，he old man is very handsome。这个句子就犯了一个很重大的文法上的错误。东子老师，他老人家非常英俊。 为什么他犯了错误？因为 Mr. Winter 东子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后面的 he 他根本不需要，这是中文造成的，国语造成的。Old man 老人家更不需要，而且更是一个错误，他根本不老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啊，这个 he old man 都应该要拿掉，这样就干脆利落，而且符合事实。您可以改成 Mr. Winter is very handsome。 再看这个句子，National Sun Yat-sen University. This school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. 他说，国立中山大学这所学校位在南台湾。从中文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句子好像非常的通顺，然后在英文角度来看，却是有瑕疵的句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National Sun Yat-sen University 国立中山大学。 已经讲得很清楚，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，位在南台湾。那么中文的 this school 这所学校，其实根本是多余的，所以您可以将它简写成 National Sun Yat-sen University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，就完全清楚了。东子小教室提醒您。 只有名词一类的单字、片语、词句才可以做主词。董子小雨提醒您：拥有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就是人生胜利组。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谢谢您。